在看待我们的乡镇图书馆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个服务指引的第一项是要建立一个更具体的讲的话，应该就是客家知识体系。采题的内容做得成为一家表演的舞台，那时候为了让你希望让你奋发发天气才打造客家庄，作为客家文言复兴的基地。视频演示二，扮演阿布头的点，听听村民台飞强化的关心。